喜欢比较高的，175岁，这样吧。然后可眼睛好看，他喜欢那个零。王彩华爽当国民岳母，19岁爱女没人追，修任理想型是她。我是国民岳母吗？王彩华14号跟女儿黄雨婷合体亮相。大公主目前19岁，就读淡江大学1年级，最美星二代仙气飘飘，报名女婿请这边排队哦。很多人就开始称你为国民岳，很喜欢啊，我真的超喜欢的。谢谢所有的粉丝这么的疼爱我们家的女儿。有听到很多追求者吗？追求你的。没有，还是说有固定对象？没有，还是说妈妈在分享？妈妈在分享，他跟你分享吗？对。挺喜欢哪一种男生？哪样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比较高的，175岁，这样吧。然后可眼睛好看，比较喜欢单眼皮。今天才知道女儿喜欢单眼皮啊！哪一个国家的艺人你是属于那一型是你喜欢的？举例像我喜欢布莱德比特啊，那是西洋的、啊，金城武啊，香港的刘德华、啊，对啊，哦，韩国的玄彬啊，你是哪一国的？我喜欢那个林彦俊，好期待哦。哦，那他不是单眼皮，那你不是喜欢单眼皮吗？那不一定，就看讲起来好看。那可以问一下你的那个保养方式吗？我的保养方式啊，对，因为我也觉得很好。真的哈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也需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啊！你们不觉得我一直都很有少女心吗？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国小6年级。化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国中，但是上课不行，就是自己学化妆是国中开始。我每次都要提早一个半小时化妆，都化超久。所以每次他要出门的时候，我都说，让妈妈拍一张好吗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？我是国民岳母吗？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一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